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我一再的拜托他。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我一再的拜托他说，你是中华民国派，那韩国瑜是主张中华民国的，那你何不已经好几个月前就宣布不会竞选总统了，是不是能拜托你来帮韩国瑜同志，你们可以问一下洪春谦先生，洪是三点水那个洪，春是村里长的春，谦是那个张骞通西域那个骞。谢谢警长，警察大家长，各位不晓得，我叫侯市长，叫侯子。对，大家不晓得，我爸爸的，这个当然我叫侯子。哎，不来。这个突然觉得好热好热，连汗都流出来。如果大家同意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把帽子脱下来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顶上不长毛哈，习惯了。现在突然戴个帽子，哇，全身发烫，话都讲不出来了。这一段时间一个多月，我展开台湾土地倾听之旅，接触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人。台湾人现在，台湾的天空有一个字。但是这个字是我自己观察的，是闷。班导郎哥不住，非常非常的闷。现在整个台湾，大家的心理上、感觉上都焦住了，好闷好闷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闷呢，我们要把它打破，整个把这个闷呢丢掉，我们要找回到我们善的根本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天都不能再等，我们一定要赶快。跟国际接轨，把这个闷的全民大闷锅这个闷，我们要把它打破，我们要赶快国际接轨，赶快冲刺我们的经济，赶快办好我们的教育，赶快找寻一个国际和平的大环境，一定要对外一片和平，这是台湾现在最重要最重要发展的机会。扫描 QR Code，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风传媒，小铃铛开起来，一起来跟风，开起来。